种，今日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哈。拄啊，伫即个阶段，是我来介绍讲，伫咱台湾的唱歌方式哈。当然，毋是要教咱大家来唱歌，是要甲咱分享着讲，咱住伫台湾即个土地内底，你可能有真济歌词，真济歌你拢捌唱过，啊，也毋过。那面对着讲，咱若看到咱台湾真正的歌的时阵，拢总一直去予人讲啊，这个歌袂杀哩，爱禁唱。有真济歌，咱若大概每一届感觉这都袂歹，啊是安怎奈怎讲袂杀哩唱？咱若问起来时阵，拢会甲咱讲啊，因为这个歌甲强匪有关系。这个歌甲共产党嘛有关系，还是讲啊，这个歌甲咱台湾诶，吼、哦、目前这流氓政府诶一个对立，所以伊就无好唱。所以我伫遮才发觉着讲，是咱台湾人每一回咧唱歌诶歌内底，拢总唱着迄、那个对着名内底。第一真人名，真人名内底，佫有一个怨叹。可比讲，伫最近，我拢会去发觉着真济人咧唱迄歌吼。你若认真甲听迄歌词，你会发觉着讲真奇怪。迄首做啥物歌？歌名我是毋知吼。啊，毋过伊拢会唱着讲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啊，我比别人较拍拼。是安怎奈比别人较歹命？啊，结果落尾才唱一个真悬的讲，这就是命运的巨大声。我感觉巨大是遮水的物件，啊，奈才变作是命运的巨大声。所以，当伊发出遮济问题时阵，伊讲台湾人是安怎比别人较认真，嘛比别人较拍拼，是安怎比别人较歹命？相信在座各位。咱拢有真济比别人较歹命的时阵，因为咱外围来流氓政府的政权，咱常常我嘛思考一个问题：是安怎有真济公家机关内底咧考试，因的人员就是保障保障名额36/35。这个数据可能你将来唔爱去听过，等于讲三十六人哈，36个人去考这个公务机关的考试，干那台湾人足足掉一个。即我当过时阵，我讲哇，安尼够公平。所以真侪台湾囡仔，伊真拍拼，但是伊迄个门干那一个，尤其我看到足侪同学。迄根本就考袂了大学，但是我讲啊，你若入去这读册，伊讲我加重计分，我是啥物民族的后代，我加几拍算的分数。当你看到这的时阵，你的感想唔知啥物款。所以台湾囡仔拢有一个心情，就是讲，是安那比别人较拍拼内底，佮比别人较认真，但是会比别人较歹命。所以伊甲咱讲。咱爱怪什么人？唔通怪政府，爱怪命运啦。吼、哦，所以怪命运，啊，你的心就较快活。但是这对无？唔对呢。我感觉讲，伫咱这个歌曲要分享内底，是要予咱去思考。伫台湾咱这块土地内底，我每一期咧介绍这个歌的时阵，我拢一直感触真深，就是讲，咱。感觉真正去捌咱台湾，即个歌民谣伊个水伫倒位，也是讲你干那去注重着讲啊，别来去规滴命运。我看过全世界有一首贝多芬哈，伊个命运交响曲，我、哦、迄是真壮观的声吼，伊都开始像咧敲门安尼，噔噔噔噔吼。哭哭哭哭，
就是讲，这个、命运已经咧甲你弄门啊！你若开开，你的好运就到位。啊，不过你甲看原文的时阵，伊咪叫做命运，伊叫做运命。这个运命甲命运有啥物无共款？命运是讲，不管你拄着啥物环境，我着认命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但是运命无共哦。运命就是讲，你若愿意去甲努力，你去甲打拼。你的命就改变，所以我相信在座各位会当来认捌咱这个民政府、台湾政府，相信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对，当开始上课，你会当发觉到讲美国的精神，也是大卫的真理，是咧甲咱教育什么货。所以，而且吼，咱来看第一首歌吼，叫做。福尔摩沙颂，这个福尔摩沙颂，伊是，你讲伊水，伊是真正真水。啊、哦，我唔知道大家捌听过无吼？伊当每一回去唱着讲，咱的梦亲吼，咱的爱亲像阿母咧叫阮的名，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美丽的梦。你甲看讲。咱伫台湾这个岛屿，你有一个真水的梦，这个梦会完成，这个梦会当予你达成你要爱的目标。所以，伊嘛甲咱描写着讲，哦，这亲像阿母咧叫阮的名，这啥物感触？你唔知会去感觉着无吼？当我每一届看到人咧啉台湾美露。我拢敢问讲，即罐叫做啥？伊讲啊，即个台湾秘鲁。哦，啊，若看到迄台湾乌熊，我讲即只是啥？伊讲即只就是台湾黑熊，拢真知影哦。啊，毋过我阁讲啊，咱是倒位个中国人，足奇怪，咱明明是台湾人，奈台连熊就讲即台湾熊，即秘鲁就讲台湾秘鲁，人却是爱讲咱是中国人。唔对吧？咱是台湾人，唔是像你讲的讲，哇！咱嘛来改做啊，那你讲起来，这台湾黑熊爱改做中国黑熊，啊，那秘鲁来变做中国啤酒，但是咱却无安尼改。所以有当时我想了回来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哇，啊，咱台湾人煞比这熊较无价值，迄熊精神也就会使讲迄台湾熊，啊，比一罐秘鲁较无价值，秘鲁。就讲台湾秘鲁，啊，咱台湾人，咱会叮当会喘气，会讲话，讲爱讲咱是中国人。好、哦，所以伫只感受内底，咱来，好、哦、来唱这首歌曲哈、哦。我唔知大家捌听过无哈、哦？咱先听看卖啊哈，来。哦，咱来要唱哈、哦，你会当先唱看卖啊了哈。开始哈，就是好。福尔摩沙，咱的梦，咱的爱。好，来，咱来对琴唱看看卖啊嘞，哈，来。Thank you.
你毋知听到这首歌吼，这首歌我感觉每一回你愈甲唱愈甲唱，你会感觉讲真有意思吼。因为伊讲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美丽的梦。我相信每一个做妈妈的人，当你摇着你的囡仔的时阵，你甲烧你甲摇的时阵，你拢会当去看到讲，这个囡仔若大汉，你寄托伊的希望是啥物？你寄托伊的希望是要放伫倒位？所以，伊讲，咱若看到最近的新闻，昨也是前天的新闻，你毋知注意到，一个婴仔三岁，甚至佫较细汉，当伊妈妈甲带去寄伫朋友遐的时阵，因为伊毋知摕啥物物件甲牵一个。一个敢若真细汉的囡仔小朋友，竟然用毒品将伊的身躯拢甲注甲，互迄个囡仔死去，互伊注毒注甲全死去。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，你会感受到讲，一个无到一岁，还是一岁外的小朋友，伊的希望你放伫遮的时阵，咱毋知会当互这个囡仔啥物希望。当咱看到台湾人即马徛伫目前的地位的时阵，你毋知会当予你的囡仔啥物希望。所以，咱大家努力，拢总是要为着明仔载，予咱后一代的囡仔的肩胛头较轻松一点。我以前讲，咱所有的艰苦、辛苦，拢到这就要结束。过来。您会使照着您的愿望一直开始去打拼，所以每一回看到伊在唱，吼、哦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好、哦，当你看到囡仔啦有伊的愿望的时阵，我相信咱的愿望甲囡仔同款，但是。有一点，咱若无去甲改变的时阵，你敢知即马囡仔的愿望拢是虾米货？真侪歌曲内底，我捌看过一个囡仔差不多三岁吼，还是四岁、五岁，小朋友尔。我甲问一句讲，你会当唱歌互我听无？伊讲会啊，我真够唱歌，伊伫因兜拢一直唱歌，一直唱歌，唱甲足厉害。因爸爸嘛讲，哦，阮这个囡仔足够唱歌。我讲安尼真好啊！哦，唱歌你拢会用唱啥物歌？当我甲问讲你会晓唱啥物歌，伊甲我讲，我会晓唱《爱人啊对人走》。我讲你三岁，你唱这个失恋的歌，敢袂足奇怪？我讲啊，佫还有无？伊讲有啊，佫第三杯酒。听一下讲哇，咱的小朋友的愿望伫倒位？哦，甚至咱也看到真侪人咧结婚的时阵，有个人嘛感觉讲。咱的唱歌会当带来真大的娱乐，但是伊无去思考着讲，这个婚礼，敢是会当唱安尼？有的人去咧唱歌的时阵，唱卡拉 OK， 人咧请人客，伊就去甲唱一首，讲我来唱一首新郎新娘，甲我平常时做伙上爱唱的歌，嘛上爱上高唱的，叫做嫁唔着人。哇，这实在是唔知人咧结婚，你讲嫁唔着人。当大家佫甲鼓掌、佫甲吹落去的时阵，伊佫讲：“我过来唱第二首，叫做《不如卖熟悉》。”啊，你听到这歌时阵，我感觉下底人拢无感觉，感觉哇，真够唱，真够唱。所以佫技术家台顶举着麦克风的人，麦克举着的时阵，讲：“安尼，我来唱最后一首，上佮介意的，归去刷刷去。”我看这个婚姻是受祝福，还是受到咒诅？吼，咱拢会真了解。所以咱看到这个歌曲就是虾米货？咱要对这個歌词内底去感受着讲，咱有愿望啊无？唔通像讲有一首台湾歌吼，叫做《母女》。我伫遐听人一关隔壁，哎，逐工唱，逐工唱。唱到落尾，我才发现到讲，错一条。伊讲，
招大家拢来跳舞，拢卖管伊啥人，拢啊当作面盲。安尼是啥物意思？母女的人生就是讲啊，不管你啥物人做总统拢好啦，反正呢，我只要拢啊当作面盲。也毋过，咱大家有去思考过无？当安尼一代一代过去了后，你的囡仔唔忙要藏伫倒位？所以我唔忙讲，咱会用将会当和咱的歌曲来叫醒咱的灵魂吼。所以这首歌内底，咱来同齐唱看卖吼。来，我唔忙你，咱大家吼拢同齐会晓，因为我已经唱足一届，拢感觉拢袂生。这首歌我真爱，就是吼、哦、每一回咧唱着摇啊摇，烧啊烧。永远抱着咱的梦的时阵，当你搁甲唱一遍，我相信你的心内甲我同款，你会真感动，讲有影，咱伫台湾徛遮久啊，将来毋爱去感谢这个台湾，拢干阿咧感谢中国迄边。即马毋是，中国将来对咱毋捌有好处，咱也是甲落尾爱徛伫咱台湾这个土地的人。这是咱的帮站，好，所以来，咱来唱看卖，好，来，来，预备，来。佛谋杀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亲像下无叫阮的名，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。永远抱着美丽梦，抚摸下咱的梦，咱的爱。有咱祖先老过关，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。永远抱着美丽梦，抚摸下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无怨无悔来期待，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。永远抱着咱的梦，咱较大声甲唱一届吼，咱会当用好较精神吼。检菜你伫厝可能毋捌遮大声安尼，家己唱歌，也毋过吼，我感觉你唱歌了后，你的心情会较快乐，也嘛会感受到讲台湾甲咱是虾米关系。可能有真侪问题你毋捌去思考过。所以你来这受训，我真爱大家当去感受着讲，咱伫台湾徛遮久啊，至少咱爱知影讲，咱读的册毋是对中国迄边过，是读伫咱台湾。有个人知影中国足侪条河、足侪条沟、足侪条铁轨啥物货，但是我甲问讲落水溪伫倒位，竟然中部囡仔无人知影。浊水溪是在哪一个省份？我问过咱读国小的囡仔，甲问讲，你敢知落水溪是啥物伫倒位啊？伊讲是在中国的哪一省？你提示一下。我讲哇，安尼惨啊！连咱徛伫即个所在，伊拢毋知落水溪伫倒，所以有真侪大架溪、大渡溪，伊拢毋知影。甚至讲台湾有出产啥物货？台湾有出产啥物货？伊敢若甲我讲哦。台湾有一个叫做玉山、阿里山，但是伊甲讲，迄毋是叫做阿里山呢？伊甲讲，台湾有一个垃圾山，伊真骄傲安尼甲我讲，讲伊看了看，台湾是上垃圾，中国上清气。我讲你是倒位来？伊讲伊的观念内底，他较敢一直讲着，哦，中国迄边偌好偌好。我讲你敢捌去过？伊讲毋捌。啊，你哪会知影？所以，这是甲咱的教育内底已经偏差，讲中国迄边是真好真好，咱这边是
哦，台湾只能很多的垃圾啊，真侪负面，但是伊无真深去了解的时阵，咱会发觉到，咱对着台湾这个感情会拢总无。好，来，咱来唱一届，好，来，咱会当吼较轻松来个唱无紧吼，咱这节课吼。虽然是歌唱课，按古唔是讲当作上课安尼吼，我是唔盲讲，你会当真轻松，啊来认捌着台湾有真侪真好听的歌曲。当你会晓唱的时阵，你会当去唱给别人听。甚至当你有一日你出去外国，你出去甲美国、日本，甚至任何国家，你若去甲唱，吼、哦，咱这个台湾吼，摇啊摇，笑啊笑。永远抱着美丽梦的时阵，我相信真济伫台湾的华侨，伊拢会真感动。来，咱来唱看卖吼，来，预备，来。Formosa， 咱的梦，咱的爱，亲像阿婆叫阮的名。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Formosa， 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有咱祖先留过光。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Formosa， 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无怨无悔来期待。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来，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哇，这首歌吼、哦，捌伫第一届唱的时阵，是伫美国迄洛杉矶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作者实在是真拄好，我毋是介意。好、哦，咱大家看这个作者毋是我，伊嘛叫做郑志仁，啊，甲我拄啊共名共姓。啊，实在讲，这毋是我。但是我当伊看到伫美国遐咧演唱的时阵，我敢想讲。哪有这个人啊？哪会跟我同名同姓？啊，佮唱歌时复红真感动。当我要了解讲这个人是住伫哪落的时阵，问问的讲住伫阮的隔壁呢。所以他住伫二水，跟我同故乡，啊，佮跟我同名同姓。当我听到伊的歌的时阵，一个感触真深，就是讲是安怎，咱真侪人。会当发展真侪音乐，诶，即种造就，确实拢互国小的教育全甲砍掉。因为有真侪比赛，有侪真侪音乐的表演，拢总无互咱台湾囡仔会当参加。所以我甲各位讲吼，你若看到目前咱的电视甲拍开，若唱歌遐拢总是中国人。当然，咱毋是一直要讲台湾甲中国要安怎分开，只是我会当要求因讲，当恁咧唱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去认同台语、台湾这块土地语言？我嘛捌听过，当我囡仔时阵，真感慨就是讲，阮较早捌读过迄个罗马字迄种台语。全部册拢怎收收起来，怎对遐甲你烧落去？迄、那个警察怎讲？不要讲台语，台语是地方方言，很没有水准。我讲实在敢是安尼，其实唔是吼。所以伊用足济
台语的歌做起来，拢总难免真伤心，无就是真悲哀，啊无就是叫你认命。那大概，啊，毋过咱能看到讲，伫电视顶遐歌星咧唱的歌，你毋知捌斟酌去甲思考着伊的歌词到底是对啊毋对？等几啊年，我听过有一个歌星，伊唱讲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迄时阵造成规定的少年人拢怎对？伊讲我欢喜就好啊，但是伊无考虑讲你欢喜内底是毋是别人的痛苦。所以直到今仔日的社会，我又发现到真侪无拄好的代志。当咱伫即个阮的故乡内底，是安怎？咱大概拢用着妈祖的文化来训练这个百家将。我捌伫国小担任过老师的时阵，每一遍上课看到一半的学生囡仔怎走去参加百家将的时阵，我甲讲，恁这是算请假还是算啥物假？暑假？那暑假是不准。但是学校竟然公然讲这是公假，因为要对着百家将去洗台湾，甚至伫这洗台湾的当中，才知影讲原来啊，因先啊只爱挂香洗台湾，因为因将毒品借着这个活动，怎送到归台湾？这个消息可能你唔知影，也毋过。我伫阮遐听到的时阵，感受到讲，百家将咧训练是虾米货？咱唔通甲当作文化。所以有真侪家长嘛，甲我讲啊，这个文化，这都真好啊，这都对。安怎我甲问讲，那哪安尼时阵，校长你的囡仔要参加无？伊讲无啊，阮头阮的囡仔无闲啊，啊无老师囡仔你要参加无？伊讲我囡仔嘛无闲。所以你会发觉到是安怎，足侪长官老师的囡仔拢袂愿参加这个百家将，啊，鼓励别个囡仔去参加，这就是予咱的人脉唔知影去。所以，伫每一回咧教这个歌唱课的时阵，心情有当时是欢喜，有当时是我来真沉重吼，真欢喜就是讲将。到落尾，咱遮已经有人慢慢的精神精醒，已经知影讲啊，咱应该袂散的落去。啊，真沉重就是讲，目前咱的囡仔一天一天一直坠落，一天一天追求这个虚幻的世界时阵，伊就开始哦食毒品。竟然我会知影讲，哇，学校内底会当买到这个物件，唔是食的问题。我嘛真想讲奇怪，伊那我都去买着。当你好，吼，斟酌去甲想的时阵，若无人供应，相信无人通买。也毋过，干那咱毋知影要倒买尔，其他拢知，连国小的朋友都拢知影。当若看到这时，我毋知你的感想是虾米货吼。所以，伫这个训练的期间内底，我真希望大家会当去清楚着讲，咱的责任是伫倒位。咱的责任就是要咱台湾囡仔会当唔免客气，咱爱走向真正真理的路来走。所以咱后一首吼，来唱来介绍一首叫做《天佑台湾》，天佑台湾，哦，天佑台湾。哦，这个每一届我若看到讲哇，这个歌词内底有一个叫做。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你会当去甲回想过吼，遮侪歌曲内底拢无唱到国家这两字。我会记得伫足侪年前，囡仔唱到大汉，真正无一个歌曲。那近届咧唱的时阵，我会记得我囡仔捌唱一届。哦，这届叫这是我过去代表阮班上吼、哦、去唱的，叫做哦，迄个曲吼、哦，我囡仔唱叫做《中华民国颂》，哦，迄讲叫做国家，
每一次在唱到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哦，啊，唱到的时阵，我囡仔捌唱到，感觉讲哇，这是真好的歌。要过渐渐大汉，才知讲这是一个无存在的国家。啥那无存在？因为你知影讲，这首《中华民国颂》在咱台湾叫做《中华民国颂》，但是伫中国迄边，这个作者刘家昌去到中国的时阵，伊唱做啥物事？伊唱甲我无共款，伊甲改做《中华民族颂》。哇，这两个差足济呢！伊是安那，那唔敢去边个讲，我是一个国家音乐，伊个改做《中华民族颂》。当这个物件互改过的时阵，你会发觉到讲，是安那台湾，那伫咱遮就讲啊真伟大，咱的国旗插到规个时阵，你会当知影一件代志。当我看到阮的车头吼，迄安尼国旗插足济、插足济时阵，我甲迄个站长甲开玩笑讲，我甲你保证一件代志，陈慧琳绝对无来遮，熊妈妈袂来。伊煞咧笑，我讲若来遮就收收掉。所以这支旗啊，到底是有效无效？好，所以咱来看到讲，天佑台湾，真正是咱民这个民政府咧训练的时阵，咱会当发觉到台湾的地位是伫倒位。好，当你若了解，你愈了解的时阵，我相信你对着咱这个感情愈来愈深。好，咱来唱这首《天佑台湾》哈。我先用迄个旋律咱听看卖哈。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这样，因为每一次我感觉说，如果唱到这个虽然历经风霜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起，虽然坎坷路途，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我相信我们台湾人每一个人都很勇敢，因为我们包容心真有够。对着外来政权的时阵，咱是较包容；但是咱互吞台的时阵，咱嘛是一步一步搁徛，勇敢甲徛到遮。咱甲即阵已经徛66年。伫这个66年的过程里内底，比我较侪岁，所以当咱去思考着讲，是怎样我们的教育已经出了问题在哪里？我们的教育里面一直跟我们说，自我孩子读书就要知道说，哦，三民主义要统一中国。但是我发觉到说，中国
敢捌甲咱这边啥物关心过，拢总无。所以中国甲台湾是啥物关系？从来毋捌来甲人解释。啊，毋过伫国际上，咱若伫要开钱的时阵，台湾拢出真侪钱。台湾每一回若有啥物灾难，全世界若咧上地动岛屿咧捐款的时阵，台湾的钱总是一直到位。包括中国伫四川，伊这个地动内底，咱嘛倾足侪钱给因，但是伊甲咱讲一句话，我唔知道你听了感想会安怎无？伊讲，恁的钱捐过来，袂使你用台湾的名。我唔知道你会生气啊袂？伊讲，恁的钱若捐过来四川，中国四川省的地动，袂使你用台湾这个名。我讲啊，无要用啥，卖啥名，转钱过来就好。我唔知道你安尼钱你要给伊无？所以我会感觉着讲，是安那会愈来愈心情会愈歹，就是讲，这是啥物天理吼？咱的钱要给人，咱嘛爱知影讲是啥物人给你的吧？无人咧摕这种钱，摕到遮尼啊，给伊钱就搁好糟蹋，敢那咱台湾人。所以，咱会当来看着讲，天佑台湾吼。当我看到民政府这条路的时阵，我才知讲，哇，咱的国家已经有一个愿望，一个愿望就是咱变作咱有一个主张，咱台湾的地位已经明确，咱台湾已经唔免受到中国的迄种压制，甲中国是无关系。所以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我相信这个梦，伫无偌久，咱就会当大声讲出来。所以咱来唱一首吼，咱来练习看嘛吼，来，咱同齐吼，来大声来个唱看嘛呀吼，这歌是真水。吼，来预备，来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。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，代代地才来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听伫天地当中。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轻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哇，这首歌实在是真水吼！我真爱伫暗时的时阵，大家也拢伫深至深暗暝的时阵，你若听到咧唱这首歌吼，我感觉讲这个感觉，予咱想讲，哇，咱台湾特别有一个吼心爱国家，因为我捌去伫屏东，我做兵时捌伫屏东迄个所在捌去遐经过。屏东有一个叫做小琉球，琉球港。当伊咧出海掠鱼的时阵，因咧迄个海关拢甲伊讲：“你那个车轮牌的国旗要挂起来。”啊，结果我看因每一届挂起了后，佫无偌久，出去甲伊无看的所在就甲扭来。啊、所以他們回來的時候我問說、奇怪你怎麼去到那裡都要把他換下來，
伊讲甲我讲一句一个代志，就是讲，因为咱若挂车联牌吼，迄海贼特别看到这支就来甲咱抢。伊抢了后，伊讲啊，我著较大力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我著靠气力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无叫恁的国家出来，出来甲我讲。但是当咱回来的时阵，向咱的政府甲讲啊，我伫搭去用抢去的时阵，请你来甲阮。甲阮做一个协调，伊甲你讲，歹势，我无法度。所以，当遐渔民，你若敢问起来，伊讲，迄不如吼挂一领迄破衫，较无迄个。伊讲，伊捌一种一领衫破去的衫，甲吊起当作国旗安尼甲升起哩，颠倒无代志。那便挂着这个车轮牌国旗的时阵，海贼就将来甲你抢，甲你糟蹋。甚至整隻船把你收起，你抓的魚都把你抓了了。所以這個車輪牌國旗比一領內衫較沒價值。咱在這的時候，常常咱會知道，一個國土你若有認同的時候，咱真想要去愛咱這個國家，但是問題，當你跟他說的時候，他說啊我不知道，這跟咱效忠的國家，這跟是咱的國家，国家是讲你的百姓出问题的时阵，国家一支手会当甲你斗三工，甲你帮衬。也毋过每一回，当你出代志，讲迄是你的代志。但是要叫咱尽义务的时阵，甲咱扣税，叫咱做兵，叫咱做足侪工课的时阵，讲这是你的义务，但是伊无保护咱的义务。所以，当你思考到这的时阵，这个国家对着咱是真要紧。常常咱新闻顶嘛看到讲，伫咱即个钓鱼台，钓鱼台伫我高中的时阵，捌写一篇文章，捌发表过。迄嘛毋是发表，迄是老师讲关于钓鱼台的演说吼，就是讲演讲比赛，伊甲当演讲比赛。我迄时阵读个还空空呢。甲讲，即台湾即钓鱼台就是咱的，因为台湾离遮较近啊，即就是咱的啊。啊，一直弯，一直差，一直弯。日本讲伊的，中国讲迄我的，台湾讲迄咱的，啊，到底是虾米人的？无人知影。一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仔日，我才知影讲，钓鱼台是台湾的，无唔对。也毋过，台湾是日本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，咱伫现实的制度内底，咱会当去发觉到讲，我捌伫个网络上个留言，甲即个马总统的信箱甲伊讲，钓鱼台若咱个，人日本派军舰出来，中国派渔船啊，人日本讲伊个，伊就派军舰出来保护。中国讲，迄钓鱼台嘛是伊个，伊派渔船啊出来围。台湾一个见笑，派德牌啊，德牌去啊，甲洗洗啊，画画佫转来，连登陆都无。我讲，迄哪会使讲迄咱个？咱若有在调海军甲派出去，今我咱嘛知影结果，这是无可能。所以事实上，咱需要一个新的国家。好、哦，所以这首歌曲内底，咱一旦看讲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过徛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过一步，我会勇敢徛伫遮。这就是咱的个性，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安尼。这个台湾黑熊吼，我捌听过人的报道讲，台湾的乌熊真特别，伊特别伫倒位，伊的加一个胜利的标志，全世界熊无人这种标志。独独台湾，甚至台湾的熊，那个北极熊，两只那相加时阵，听讲北极熊是大只，但是无力；台湾黑熊正刚有力，虽然有较细只寡，也毋过伊是真有实力的。甲咱同款，台湾这块岛屿虽然是真小，也毋过咱的气力是真大，咱嘛真勇敢。好、哦，所以咱来唱这个。天佑台湾吼，来，咱来唱看卖。我用，来，咱来唱看吼，来，预备，来，
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，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，代代伫这里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强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我真毋盲讲，咱甲大家分享这两首歌吼，你会当记伫你的心内，你会当唱予你的孙仔听，还是你的囝，甚至你的后一代，会当甲伊讲讲。台湾是咱爱去疼惜的国家，并不是去甲伊糟蹋，不是像即摆有诶囡仔，伊大汉了，讲伊立志要去别个国家，无爱待伫遮。当你听到即句话，我毋知你毋知会伤心哦吼，因为伊伫遮用咱的水，用咱的土地，甲咱遮咱甲请养甲大汉了后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因是对中国迄边过来。当然，我伫遮毋是要。分别就讲族群的分裂，因为我真爱大家和平，也毋过当要和平的条件之下，咱来知影，咱爱有一个公平的立场。伊来遮用咱的、食咱的、带咱的，但是伊后界甲咱放掉，讲这毋是我的国家，所以这个。台湾，咱是爱去个疼惜，哦，所以这是变作咱希望这两首歌内底会当成作咱心中内底，你若常常会当去个吟唱，会当互你了解讲台湾是遮尔啊水。啊，佫刷咧，咱有一首歌，就是这个愿吼，这个愿，这个愿。是伫这个921地震的时阵，当大家地动摇了，大家拢知影讲，哇，惨啊惨啊，世界末日啊！世界可能已经无希望。当我入去灾区，看到侪侪人惊吓，侪侪人用着这个唔知要安怎，明仔载会变作啥物货，拢总唔知影的时阵，因心内。拢无得到安慰。当我看到咱台湾人、台湾中国政府咧救灾迄个精神，我感受到真深吼。因为伫台湾这个救援队到伊的时阵，伊确实伫遐开讲，伫遐不分，伫遐开玩笑。讲啊，这歹救啊啦！这吼、哦，我看吼、哦，老老病较好啦。敢那亲像小林村的时阵，迄真济人还佫还袂尿起来，伊就甲讲啊，迄卡拉机甲创造个病安尼吼，较拄好。安尼阿介坎坎的吼，啊坎坎吼，几年后安尼变作再过来尿，看有得哩无？所以你看到中国迄边伫温州迄个高铁，伊讲全世界上。上高级的、上先进的一个高铁，当伊出代志的时阵，咱嘛看了这个新闻，
因下令讲，较紧嘞，拢甲砍砍落。一个人怎对伊爬出来？讲我还佫活了，你莫甲我砍落。所以相信，伫迄届的事故内底，侪侪人还佫无出来。按过咱台湾，伫九二一，甲这个小林村两个救灾的时阵，我有发觉到，大家救灾迄个精神，一年比一年较退步。伫九二一的时阵，当发出外口讲啊，大家吼会当关心到一个红孩啊，因为伊的牛奶粉是这个牌子，所以呢。咱遮拢总买无即个牌子的牛奶粉，请你若有法度的人，甲伊寄一摆。结果明仔一到，拢总拄啊送一车，迄个牌子的牛奶粉拄啊一台，迄个小货车安尼，迄个红影可能啉到大汉了，啉袂了。这就是咱台湾人的疼心。所以可见咱台湾毋是讲无感情呢，是因为咱从教育甲变作。啊，别人的代志，所以中国话有常常讲到讲，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哈。当这句话在你的心内底时阵，大家若讲啊，迄个无我的代志，迄无我的代志的时阵，我相信咱台湾遮大家生活会真艰苦，因为无人要去管伊付出。所以，迄个大家真伤心的时阵，我发觉到讲，有人唱这首歌。真侪人受到安慰，因为咱知咱这块土地真久拢无真理光来骗照，咱台湾已经行到愈行愈行愈无真理。咱真侪囡仔妈妈拢甲咱讲，你若要你的囡仔就是读册就好，啊，拢莫去管其他的代志。所以我伫遮已经甲大家讲吼，讲当你的子弟、你的囡仔若考到。历史、地理，还是公民、社会这种科目，若考100分的吼，我看你爱感觉悲哀哦，因为迄拢唔对。所以有的人听到讲，我社会考100，我历史考100，时阵我感觉替这个囡仔真悲哀，因为你读的拢唔对，你唔对是唔对到100分，唔是你捌100分啊，是你唔对100分呢。你若讲考零分，就是讲啊，歹势，我这唔对，我拢唔捌。但是伊确实变作唔对的，伊拢甲记伫头壳，甲考100，才知讲啊，你这可能你捌唔对的代志，已经捌到100分啊，要改真困难。所以咱无真理的存在哈，所以咱为着这个城市来憔悴，吼，那因为原主的话命临到这个百姓，吼，伫遮。因为我是教会基督徒哈，每一回会当讲安慰的心，我感觉就是讲，每一届唱着这首歌，伤心的人也当得到真大安慰。所以，今仔不是要讲啊，这就是教会什么诗歌，不是，是要让咱大家了解到讲，什么叫做真理，真理爱去憔悴。好，所以咱伫遮，咱来听这首这个歌哈。咱来听看嘛，哈，这个旋律。Thank you.
这首歌曲吼，伫这个九二的我伫灾区啊看因咧唱的时阵，真受这个感动吼。因为九二的迄届，我看到遐个人吼，伫这个啊做同户啊则吼，真侪灾区拢已经砍砍掉，但是当因演唱这首歌，我怎啊甲因讲，这首歌是啥物货的歌曲，会当互我了解，我才知影讲哇，因这首是。愿宋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，吼、哦，这句是大家真热爱，嘛真爱讲咱这个真理会当骗就咱的台湾的全地，因为有真理，咱的虚假都无去。咱台湾是真侪拢用虚假，亲像囡仔考一百分，这是一个虚假，因为伊的成绩一百，无的确代表伊的行为嘛一百。咱家一直教育伊个在目头壳内底个知识，但是无教育物件真侪，就是你爱甲人好好斗阵。所以来，咱来唱看卖吼，即、這个叫做愿吼，伫你心中内底拢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讲愿即个宋香吼贫穷甲即个悲伤离开咱个心中。好，来，咱来唱看卖吼，来。为一个土地，我相信基督，愿主的真理那更全地遍照。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憔悴。愿主的话名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领天父上帝，愿你国降临，愿宋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。愿全领天父上帝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惦阮心中。哦，所以伫遮你会当看到讲，是安那咱台湾真愿望是讲这个宋香吼。甲这个悲伤会当离开咱这个心，咱的心内底已经是真侪惊吓，所以你会当看到，伫足侪所在有当下愈讲愈想去。当我高中的时阵，我看到阮的教官，伊叫我写真侪教官的这个薪水表的时阵，我发觉到讲，哦，教官，你们怎么可以领两个薪水？伊甲讲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比较辛苦。我讲奇怪，教育部领一分，啊，国防部一分呢？啊，伊叫我帮伊写迄个资薪表的时阵，我讲那两行拢伫遮。伊讲阮辛苦，因为阮做兵，啊，佫兼教恁这学生囡仔。我怎啊刷咧？甲问讲教官，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你一样？有你不可能的啦！我为什么？你台湾囡仔。哦，伊讲因是爸爸是对中国打一胜过来，伊讲我无可能。然后我阁看到国公园足济咧惊机子的，咧饲鸟啊比赛，摕一个鸟甲人咧比大声遐个人，我嘛捌甲问过，伊讲哦，伯伯你是哪里退休的？伊甲我讲我是公所退休，我讲啊你是公所做啥物职务的？因为看伊迄型诶，伊到底会使办啥物工？因为拢毋捌字，你哪会使伫公所做工课？结果我甲问讲，啊，你在公所是做什么工作？哦，伊真嚣掰呢，甲我讲，拉国企的啊，我听无呢。我讲是啥物货？是什么？拉国企的啊？我讲什么？拉国企的，伊个工课就是刚去甲国旗摇起来，暗去甲收落来。我讲，那你一个月领多少？不多啦，三万多而已。三万八，哦，我是心内想讲，这若我来做，我会做甲足舒适的。有国旗是我的专业，
吼、哦，我甚至我逐个月买一个新的去，拢卖旧来空的，啊，若旧我阁甲换新的。这种工课竟然是因咧做，敢有公平？所以咱若看到街路遐个人，慢慢拄到开车，看到遐阿婆足危险的，来甲你讲要买玉兰花无？我毋知你心内会艰苦袂？伊那无他一个领三万外，伊那就过来遮卖玉兰花，冒着性命危险啊来遮咧卖玉兰花。甚至你敢问讲阿婆，你玉兰花一个月用卖偌济？伊讲那生意较好个吼，一个月用卖到1500块。我感觉心内是安那伊爱冒这个危险来遮卖，因为咱台湾就是无真理，所以我介绍这首歌就是讲。咱来去敲锤这个真理，因为这个真理是全世界内底一直爱去得到。真理就是你爱去疼惜别人，因为伫美国的西点军校里底，有讲到讲这个真理的教育。伊讲我全世界的知识拢会当教好你，但是无法度教你一项物件，无法度全世界的知识拢教好你。但是我会当教你一项物件，就是你爱有我到敲锤真理，我到去敲锤这个真理伫倒位。所以，咱台湾拢感觉拢是对，感觉咱读的册拢总是对，毋捌去甲思考。咱感觉台湾老师甲咱讲的话拢总是对，好好读册，为着要做啥物货，就是做大官。为着要当赚较侪钱，要为着会当，予人知影讲，哦，我做一个大官是阮好风水。所以台湾一步一步是走入啥物所在，走入伫当伊歹命时阵，就去敲因兜个门啊，甲敲几啊遍。所以这是一个真错误，因为你佫甲刷几啊遍嘛是袂好，这甲风水无关系，是因为咱台湾无真理个偏执。所以伫美国这个国家内底，因当初时因对着军人敢若讲着三项条件，就是你爱国家任务吼荣誉甲责任。咁过我伫军中做炮的时阵，杀鸡两个叫做服从领袖，国家荣誉责任佫加一个服从领袖。当你毋知捌想过无？这个人若唔对的时阵，咱敢卖服从伊，袂使哩。真理就是真理，所以你会当看到美国作者影片内底，真济老师甚至学生囡仔嘛，甲老师讲讲，老师，我真尊重你，但是我佫较尊重真理。毋忘这个真理会当伫咱的心内底，咱所尊重的是真理，毋是尊重我，嘛咪尊重伊，也咪尊重甚物人，是尊重真理。真理是赢过尊重你的老爸，赢过尊重你的老师。所以当大家真理拢有的时阵，咱台湾才有看到这个大家互相三听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分享着讲，当咱来读册，看到真侪至理名言，有的老师佫甲写起来打伫标语内底，写一句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我看了这句话，感觉讲，啊，那呢，那歹讲，那不要读册，拢甲台死就好啊，还是甲放放去一位。咱是有安尼做哦。当咱的国家学校内底，你会当看到叫做 A 段班、B 段班。我一届嘛捌伫学校讲，你有啥物问题拢使讲的时阵，我怎举手讲？为什么咱学校要分 A、B 班？老师的回答怎样讲？啊，来，这位同学，因为没有分开的话，老师真歹教。无唔对，刷咧，我怎样讲？老师，安尼恁的薪水是咪来个分 A 级甲 B 级？有咧教领 A 级，无咧教领 B 级，领2000块做车马费就好。所以自迄个开始，老师作找我，伊讲你这个囡仔到底是咧结骨还是来遮乱的？所以我感觉读高中的时阵，常常受到真济这个打压，但是这不是
这不是我作怪吼，这是我心中真侪疑问。我嘛捌甲老师问过，讲老师你讲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对，这拢无唔对。但是我看颜如玉，敢那唔捌看。我敢那看过书中自有颜如玉，敢伫 Playboy 捌看过呢。内底只有水果呢，因为呢，其他拢无。所以唔知伫倒位，你用变我看卖啊呢。哦，所以咱伫家内底。会当知讲，老师伊并无用真理甲你教育，所以伫遮刷来，过来咱要欣赏这首歌吼。每一回，若看到遮囡仔咧唱歌，我心内会真欢喜。我最近有带去甲这个校长见面，知影讲因还阁继续咧教这个歌，所以咱后一回，咱后一首。咱来听一首叫做《台湾妈妈》，伊是对伫东埔国小的囡仔来唱的。因的语言毋是无效，毋是聋哦。你会当发觉到因的唱歌，真正你若无听过的人，你会真可惜。所以，咱来听后一首，好，我来介绍这首《台湾妈妈》，又倒一段用朗诵吼。那是当东埔国小真正的囡仔来演讲，因为演讲伊是朗诵，吼、哦，咱来听看这首，吼、哦，你注意听伊讲的话，看你心内会啥物感想。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。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Bye.
中哦，有家爱有爱，只那路马大海我心明，一路发路心里好明，到巴哈尼亚面的。这首歌曲吼，真侪人拢甲问讲，这是倒一国家？我讲离咱无远，迄是咱遮，迄毋是外国。所以呢，你当伊看到迄个东部吼，离台北可能较远寡吼，啊，毋过伫阮遐是即粒山爬起就到位啊。所以我常常，阮爸爸较早伫遐种田，啊，伫遐管理的时阵，这二十年前伫遐摄影起来吼，才发觉讲。咱真正台湾有这种歌声，尤其伊是四部来唱，伊背后嘛一个故事，就是讲，当因迄时阵咧练习的时阵，去到台北比赛，结果输去，连敢若来是连入围都无会款。但是我因迄个马校长感觉讲，无可能咧，这遮水的歌是到底是会晓欣赏啊？袂安尼哪会？哪会这比赛？我相信真若提起即摆比赛，拢袂丢顶。但是因无灰心的时阵，转去伫第一届，敢若去菲律宾，迄是国际性的比赛，转甲报名参加比落去。迄大家评审听讲已经评分甲咧爱困啊，因拄啊抽到上尾啊。等因唱出来的时阵，大家评审拢精神，结果大家一致拢予伊满分十分，加起来多一百。因讲哦，这是倒位的歌呐，有人遮水的吼，啊，这是倒位的。当因的囡仔咧唱歌会惊的时阵，因的校长拢甲伊讲讲，你唔免惊，咱只要把玉山的声唱予全世界去听就好。全世界若听到咱玉山的歌，相信伊会真欣赏咱。知影讲，这个歌声唔是恁家有诶款，吼，敢若台湾才有尔，伫中国的声音嘛无遮水。所以在这裡是要跟我們說，台灣有這麼好的東西，我們要保守。因為當我知道這些孩子經過二十年之後，有人說他已經吃毒氣被關起來，這孩子都已經大人了，不是現在小朋友，那差不多人家二十年看家幾歲。所以我一直最近有跟這個校長有見面，我感覺很高興說他繼續在教。所以咱台湾毋是吼能力歹，嘛毋是讲伊个水准较低，伊个水准拢超越世界水准，所以咱毋通家己看轻咱家己吼。所以伫遮分享着遮个歌曲，是予咱知影讲，咱出去了后，咱会用甲别人讲，甲咧困台湾人个灵魂，甲救活精神，甲伊讲台湾是有希望个。吼，所以真欢喜今仔日。甲大家分享这个歌曲，希望会当成做你心中的真好的回忆吼。好，谢谢。今日，你正，今日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啊，请来老。